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杰西，在这里有个其实并没有这么重要的事情要宣布一下，就是我们的频道要扩大经营啦。没错没错，在这个经济不景气、频道本来就没有在赚多少钱的时候，竟然还要扩张版，太莫名其妙了吧？不过就像游戏可以有 DLC， 正义联盟可以有查克·史奈德版本，为什么阿杰西频道不可以也稍微进化一下呢？好啦，讲得这么厉害，其实只是找来一位也喜欢看电影的老朋友来做影片而已啦。从以前我们就常常乱拍片、乱剪影片、乱玩影片这样。我们在干嘛？我也不知道我们在干嘛。把频道名称后面多加的工作室好像很厉害，其实也只是象征着这里从一人经营改变为两人团队，也是致敬一下进阶鼓手中乐团的团名。Does the studio get your job? No, it's not an actual studio. It's just the name of the ensemble. But yeah, it's a big step forward in my career. 我也不明白为什么这个疯老头要把乐团取成这样。总之大概就这样。那么我们也请新同事来自我介绍一下吧。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伊恩。从今天起，我要来加入 AJC 阿杰西工作室的。嗯，非常官方的自荐。还有什么要补充的吗？你们知道蝉的生前最后在想什么吗？不知道什么？叽叽。我看我们还是不要合作好了。